让我们掌声欢迎下一位舞者挑战舞台。哇，各位导师好，我叫三阳，今年22岁，来自河北石家庄。今年我妈一直跟我说，你已经很棒了，你就来这里试一试看，不要想太多。就是我想，既然我妈这么说了，所以我就来试试看嘛，我就来这里了。行，希望我发挥出色，谢谢老师。大家注意他的头饰是不是很特别？音乐起。你看他的眼睛非常的单纯，就是快乐的舞蹈。哇，谢谢大家。我觉得你的肢体很好，一看你是个很扎实的古典舞训练。到这个舞台来就是为了妈妈来的是吧？我妈妈觉得我足够出色，所以希望我过来试试看。你觉得你出色吗？我觉得，我一直觉得我跳得不够好，但是我想我妈妈肯定有她的道理，所以我决定来这里试试看。那个头上面的东西，头饰是我妈做的，啥意思呢？头饰我也不知道，我它是什么材料做的？这个是，其实这我也不知道，是我妈妈来看我的时候，她就从箱里面这样打出来，打开了之后，我就拿出个头饰出来。哦，我什么时候做的头饰？我妈从来都没告诉过我，就这样拿过来了，我觉得挺好看的。你妈妈专门做这个？对。她做得很漂亮。我妈妈以前是央视春晚的头饰设计师。可以叫你妈妈做一个给我吗？可以啊，我跟我妈说。我觉得很漂亮。妈妈在现场吗？妈妈在。在吗？在吗？在这里。在请上来，请上来，请上来。妈妈好年轻啊。妈妈的身材也原来也是舞者是吧？对。你觉得儿子跳得好吗？很棒的，我非常有自信。这儿子一说话，几句话里都带着妈妈，我妈妈，我妈妈，我妈妈，妈妈一说儿子跳得好吗？很棒的，神态马上就变了。我能问问这个头饰是什么含义吗？有。它就是像一阵风一样，随风飘扬，因为它的动作都很飘逸。所以说呢，我要给他做出一个飘逸，白色代表了他的纯洁，因为他很单纯，实际上，所以说我就让他这么单纯的走下去，因为什么？不要太复杂了，不要想那么多了，干自己喜欢干的事情，舞蹈是他的最爱，所以说我支持他。姐姐，这是你帮他做的第几个头饰了？啊，这是第一个。之前从没给他看过。没有，我一直给一些个那个在演艺圈上非常活跃的这些个腕儿们在做头饰，宋祖英啊等等等等，其中还包括黄豆豆呢。对了，郭天王啊，他妈妈做的头饰棒极了。那你做的恩格，这是第一个才交给他的？对，这是我头一次交给他，因为儿子本身就是我的一件作品。我一直想给他做一件头饰，因为我在等着他的成长。今天他终于长大了，站在这个大舞台上，希望我的作品能给他力量。我刚才是我第一次听到我妈说这样的话，其实我想说我肯定能够成长得更快，然后变得更成熟。
老实说，我觉得跟我们之前的一对母女吧，对不对？是完全不一样的态度。一个是抓的你不要放，很担心。你看他妈妈，很放心他的儿子，用舞蹈去证明给所有的人知道，孩子有他的能力，而且他的成长他也很放心。他给他的只有一个头饰而已。姐姐也是，之前也是舞者。旁边这个是他称之为作品他深爱的儿子，今天既然在我们中国好舞蹈的舞台上，愿不愿意跟妈妈一起跳支舞呢？让大家看看。因为我是跳民间舞出身的，那我就跳民间舞吧。那我就跟着我妈跳民间舞。好吧，跳个回娘家吧，跳个手手这孩子真听话哈。再过两年你就知道回娘家男人是什么滋味了啊。郭富城先生，您的意见是加不加入我这个没太大问题，就是最重要他妈妈给我一个头饰，这就好办了。来我这边了。谢谢了。一个舞蹈演员要表达一个好的作品，心智要成熟，你需要迅速成长。是，所以到我这里来吧。但是我要说一句话，那谁山羊不要太高兴太早了，不要早说，我是妈妈的 boy， 妈咪 's boy， 就是我觉得应该像个男子汉一样，而且你看你妈妈那种细腻的感觉，所以我觉得她对你可能平时要求也特别严，看得出来，但是真是很漂亮的一个舞者啊。你给票了？我给了，已经给了。我说是很优秀的，肯定给。真不想金老师给这票，我喜欢死他。不行不行不行，我可自私呢，我可自私呢。我让他，没有，我一面对方俊可自私呢，他不爱死他了吗？我不能让你死，你是个好人呢，所以我还给他这票给他。我们先掌声恭喜啊，三阳，你通过了全票，你自己独立的告诉妈妈你已经长大了，第一次戴上妈妈做的头饰在舞台上。做出往前一步的决定，哪座城市将拥有你？我喜欢香港。恭喜三阳加入郭富城老师的舞蹈训练营。妈妈的头饰让大家记住了可爱的三阳，但舞蹈才是母亲送给儿子最好的礼物，让他的舞蹈梦想从此刻起航。